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志尧。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曲叫做《怎么办》，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我在爸爸在医院的时候呢写下来的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很低潮或很无助的时候，常常都会告诉自己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，我到底该怎么办。所以希望呢这首歌曲呢可以献给每一个低潮的、比较无助的朋友，可以分享给你们。这首歌曲叫做怎么办？告诉我现在你在想什么？见面了以后却不开口，也许我做什么都很难，却有很多话想告诉你，但多说的又怕很虚伪。告诉我现在你想说什么？这不是我们要的结局。当你说着回不到过去，放过了彼此去忘记你，我也很洒脱地答应你。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就这样算了，失去你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哦哦，告诉我现在你想说什么？这不是我们要的结局。当你说着回不到过去，放过了彼此去忘记你，我也很洒脱地答应你。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就这样算了，失去你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在这房间转流习惯，你的名字在身边。到底该怎么办？这些记忆所有的片段，我的眼里泛着泪。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嘿，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嘿，你就这样算了，失去你的到底该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哦哦，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也就那样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就这样算了，失去你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